各位親愛的老友記，今天呢就是11月3號新地利，即是星期日。方姨呢就非常之開心，因為再過幾個鐘頭呢，佢就同阿龍仔啦，我就做花市者啦，一齊去紐約的 JFK 機場，即係金乃迪機場。check in 之後咧，就會坐飛機翻去亞洲。咁我哋第一個站咧就係韓國嘅，咁啊會喺韓國嗰度咧就係停留4小時，就跟住咧就係轉機啊，咁啊翻祖國啦。咁啊好耐咧都冇同大家傾下心事。咁啊，人生就係咁樣噶啦，有苦有甜，有人先甜後苦，亦有人先苦後甜。咁我咧就係特別嘅，就先苦後甜，後甜又苦，又苦又甜，又甜又苦咁樣，三落三上。咁啊，終於咧就～今時今日，到處流浪，嚟到美國紐約呢度，咁啊都係揾食啫，即係再講嗰啲鹹濕嘢就無謂啦，講下啲開心嘢啦。在香港咧就好多朋友等緊我嘅，佢唔係話等緊見我喎，佢想見下龍仔啊。咁啊，開平台山就更多鄉親啊，就期望親眼抱一抱，親眼睇一睇啊，呢個 little baby Dragon Yan 阿龍仔啊。咁啊！而家喺鄉下入邊咧，農村入邊，即小朋友咧就唔係好多啊，即好珍貴。尤其是嗰啲村屋咧，差唔多係好多空置咗嘅，有啲啊出咗香港啦，有啲係移民海外啊、美加啊、澳洲啊咁。菲律賓都有嘅，菲律賓華僑都有，都唔少。咁我翻到去啦，就祭祖啦，開燈啦，擺喜酒啦。咁我話會喺三條村嗰度擺喜酒嘅。宴客啊，咁啊希望大家開開心心。咁啊，今年係蛇年啦。咁啊，由龍年至到蛇年咧，啊轉下眼，已經係大半年啦。咁啊，我喺呢度咧就恭祝所有嘅好朋友身體健康。心想事成，周年旺上。咁啊，我開心到都唔知講咩好啦嚇。咁我咧就係、送你一朵玫瑰花，玫瑰玫瑰。我爱你，玫瑰玫瑰真美丽。这个
特大蛇啊！啊，哦，呢个系我亲手种嘅喎、啊。啊 ，Thank you。